没错，国家元首今早十点开始陆续召见114名国会议员。根据本台掌握到的时间表，这114名议员总共分成5批入宫。第一批觐见国家元首的，主要是来自沙巴和沙拉越的国会议员，一共有24人。不过，根据本台驻守在国家皇宫外头的记者截稿前，都不见东马议员现身皇宫。随后证实，这一批议员是和元首召开线上会议。根据流程，第一批议员早上10点要觐见国家元首，时间是1小时。至于第二批觐见元首的，是以看守首相丹斯里穆尤丁为首的土团党议员、部分巫统议员和无党籍议员，一共有25人，时间是11点10分到12点10分。至于下午2点到3点、3点10分到4点10分两个时段，国家元首将分批召见来自国政、土团、沙巴和无党籍的47名国会议员。而18名伊斯兰党议员入宫的时间，则是安排在下午4点20分到下午5点。除了114名国会议员，政府首席秘书祖基阿里和总检察长伊德鲁斯今早也入宫觐见了元首。